底什么时候多了个全新的加油站？你不知道吗？明日之后第三季新增了交通设施建造功能，玩家们可以自由修建公路、桥梁，大家的移动支援能力大大提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设施都是共享的，玩家的每一份努力都会被看到，并且保存下来。这些从野外兴起的建筑啊，就是玩家改变游戏世界的最好见证。如果说以前是自己造房子抵挡怪物，那么现在就是大家一起重建人类文明，众人齐心协力，把整个世界连成一张交通网，这